都偏袒。谁是周天成？就打羽毛球的、啊，厉害的、啊。阿黄的是我负责、啊。你看，他都说要他捡，他就是我捡，太不公平了。你要跟他说我顺便，那就没有，那我下次也不要顺便陪你。看可不可以爱的感受。这么准，刚好第一题。那这样可以拿多少？一个3.3倍，一个1.6吧。运彩是这样玩的哦。它就是有很多种玩法。哇！我们串关，串关就直接倍数相乘啊。单关单关，我是玩单关单关的。懂。啊，我没玩过哎。你想玩的是不是？那个倍数就很高，但是就超难压的。那怎么买啊？就去运彩，那个他网络上，如果去开通会员，就在网络上储值去直接上。哦，懂。运彩可以这样。运彩就只有这个电脑。啊，我要报几分了呀？蒋弯弯继续领先。你好，继续。已经领先快。没事啊，拿起来用就下去。你只怕你妈没事做。9000多票。啊，你9000多而已。20。才9000票，是9万。9万。9000票是什么鬼？9万多票。侯友宜也持续领先。张善政也持续领先。你说台北？比较接近嘛，其他应该都没什么先。没有哎，全部都领先。全部其他都。那谢龙介嘞？谢龙介差7000多票。谢龙介掉了。那你还不赶快去？
在这里攻虾米。啊，高雄虾出奇葩。高雄应该是一片涨潮。两29万跟21万。没有，是输了，可是没有输难看。对了，就已经很安稳了。但基隆谢国梁已经领先。哦，这手机真好。没电了。好、欸，又回来。他回去的，他没有到我这边。第四颗。六，一二三四五六，第六颗。